人家徐志摩说哦，树大便是美。对我旅行来讲呢，修个短袜的很赞。哦，你知道林允灿吗？嗯，这个 hamburger 非常有美国 style 啊，而且看起来就很 delicious。哎，亚丽 ，hurry up！ 哦，这个汉堡很厉害哦 ，very。American style， 因为呢，我们还配上了 Coke， 原因就是因为呢，我们现在人就在美军俱乐部。美国跟台湾为什么关系会那么深？其实还是要从1950年韩战开始讲起。那韩战救了国民党嘛？当年呢，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第七舰队协防台湾，他就是在跟老共讲，台湾我听的啦，要吃一粒咸汫无？有材料你来啊！台湾哦，我们像天母啊、阳明山这边的这个才会充满了浓浓的美国味。对，尤其这个美军俱乐部这边呢，150个美军宿舍就在附近了。当年呢，这个是最高档的高级住宅区，有没有？所以来这边可以感受一下浓浓的美国味。不过呢，在我们吃完汉堡之后，据说这边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呢。你说黑胶唱片吗？等我吃完，我再带你们去看。黑胶真的是很经典哦，整个这个黑胶的展示室至少有10000多片以上，而且呢，光是播放机啊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一下，有2台真的现在还可以来做使用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的经典，像是这个是谁，你认识吗？猫王，会跳吗？不就是像那个被电电到一样？我跟你讲，这些黑胶呢，很厉害，哎，很屌。对啊，但是我有更屌的。怎么样？说说看。这个是 X 光片，哇，这个是真正的幻灯片呢？怎么会？不是幻灯片，它是黑胶唱片。哦，在美澳冷战的时候，在1970年代左右，那时候，苏联为了防止西方文化的入侵，自由之身怕被影响到，他不让你们去搞黑胶唱片那些东西。对啊。可是你知道，音乐无国界，还是好想听。那怎么办？他们就去医院拿 X 光片，偷偷的，对，用 X 光片来做成黑胶唱片，他把这个纹路衬都复刻下来。我们刚刚有释放，还真的都可以放哎。你知道，其实啊，1990年那时候的台湾其实非常惨，而且通膨也很严重。那还好有美元的支持，在15年之内援助我们15亿的美金。所以台湾很多地方你就看得到美元的身影。例如像什么，比如西螺大桥啦，中横啦，然后这个 CIA 也在台湾设立了单位，那个叫西方公司，那后面还有包括黑蝙蝠中队啦、黑猫中队，都跟他们有关系。而且其实台湾很多的大学现在有一些美式的建筑也跟他们有关系，像东海大学了。其实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当年记得这个台湾的进口贸易额是1亿7000万美金，里面有1亿就是美元，哇，这么多的钱，难怪对于台湾当时的政治啦、经济啦、文化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其实台湾，美国对台湾很重要，美国大量帮助我们嘛，所以你看台湾有些俗语都跟美国有关系。我没有这个钱啊，我没有这个时间啊，为什么都在美国？因为那时候觉得美国好像很有钱，到处去帮助人家；美国好像很闲，到处去帮助人家。而且哦，有一部电影叫做《苹果的滋味》，他被美军开车撞到，还把美军当成神一样感谢美军，希望说阿伯个龙就倒了。那我们就要来吃苹果的滋味。苹果的滋味好香好甜哦，难怪过去有些人主张，有一些人主张说啊，台湾是美国的第五十一州，说的应该是有点感谢啦。不过美元当然免费的最贵，也不是永远都免费吧。其实哦，我们说到后来啊，就是美国也不是傻子嘛，台湾的经济也比较发展了，所以从原本的援助，那变成所谓的投资或者是贷款。但是台湾很生气哦，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呢，还完最后一笔之后呢，我们是所有接受美元的国家里面第一个还清的。而且你知道，其实美国对台湾影响很多啦，好，包括文化上啦，运动上也是啊，好，包括我们说这个马拉松啊，棒球啊，保龄球啊，还有棒球。那很多人会讲啊，棒球不是因为日本吗？啊，看诺啊什么的。
其实哈，所有会有棒球的国家或者棒球兴盛的国家，一定跟美国有关系，包括日本、美国，黑船舰队的舰长裴里打开日本的门户嘛，所以美国文化开始进入了日本，所以日本棒球风行。那南韩不用讲了嘛，也是从美国开始的，也是美国嘛，中南美洲。所以你看欧洲为什么棒球比较不兴盛，因为欧洲其实跟美国的关系没有这么深，他们都在踢足球。呀不过体育之外当然呢，娱乐住行啦，要来搞一些娱乐了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了。娱乐这个地方以前呢真的是高阶的社会地位比较好的才能够进得来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来的。对呀，美军俱乐部，像我们这边呢，这个酒吧是不是很厉害？对不对？感觉起来特别特别的别有洞天。可能因为你太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地层下陷哈。喂，有没有感觉？我们这边特别特别的重哈。你红空为何啊？这里哦，其实以前是美军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，然后后来把它抽干之后，就是反正废弃之后嘞，那就变成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小酒吧。哎，对啊，而且还可以包场，还有魏德胜都来这边取景，不得了了，厉害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刚刚你讲到啦，有很多的娱乐啦，在这边吃饺子、老虎啦，然后又可以哇，轻轻松松的，想必有很多浪漫故事咯。浪漫是很浪漫呐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正所谓大丈夫战死沙场，小女子为国捐躯，在那个年代的浪漫呢，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副作用，像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干柴烈火吗？对啊。然后呢？孤男寡女的。所以呢，出现了一堆的 Inoko。Inoko 是混血儿。混血儿。然后美国人就跑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脸！人家不是我台啊。